虽然我只用了八成的修为跟你打，但是输了就是输了，我认了。哦，原来是武道故意放水了呀。小武道输得太冤枉了吧，要不是让着楚叶，怎么可能会输嘛。楚叶，恭喜你啊，是你赢了。什么玩意儿啊，他小武道明明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。小武道，你大可不必这么说，虽然你只用了八成功力，但是我家阿叶也被我封了不少修为呢，这一点上你们就算是扯平了。封了不少修为是什么意思啊？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。楚叶你元婴初期？元婴初期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元婴初期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啊，这太离谱了，楚叶修为竟然是元婴初期，这可比小武道高了不止一点点呢。师父说修为跟他比起来差远了，连金丹中期的小武道都是百年难得的修仙奇才了，这楚叶可比他小一岁呢，竟然已经达到元婴初期的修为了。这么一比较起来，这小武道好像突然显得没这么厉害了。这元婴初期的修为我家阿叶是看不上的。哎呀，长老啊，你家那个小武道也就金丹中期呢，还在那嘚瑟。仙尊你元婴好了，本次宗门大会精彩纷呈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还有我们呢？对啊，我们呢？我们还没比试呢。不重要。